放条小鱼进去跟蚵仔玩。蚵仔开始了疯狂的抓鱼，这个鱼速度太快了，根本追不上。太笨了，就这么小一个盆，一条鱼都抓不到。完了，一口被它啄翻了，它这个嘴巴力气太大了，把鱼啄晕了。还能再游一下，哎哎哎，蓝鹊过来了，他好像看到这个盆里面的鱼了。哇，好厉害好厉害，抓到了没？还在盆里面，蚵仔在这里，它还是有一点害怕。水太深了，呛了一口水。又来了，蚵仔还在里面啄。完了，被它逮到了。蓝鹊看到机会了，他有点怕蚵仔。蓝鹊一直在边上等机会。哇哇哇哇，差点起不来了，还是没有抓到。他一过去抓鱼，蚵仔就啄他。好，逮到了，得手了。趁蚵仔不备，蓝鹊一下子就把鱼叼跑了。没想到这家伙还挺聪明的，一来不行他就智取，眼皮底下的鱼竟然被别人抓走了。他以为还有，又来了，被蚵仔啄了一口。咱们家蚵仔脾气还挺大的，一般的鸟都不敢招惹它。